点一万人，还差一万人上十万人，上到十万人，我们来第一首歌。马上到十万人来 ，Come on！ 准备好第一首歌。我们的屯屯小公主第一阶做的怎么样？哈、啊，已经可以出师了，对不对啊？三三，冲五百万 ，Come on！直播间九点五万人了，现在五千人，大家一起分享直播间了。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还差五千人，最后五秒钟能上五十万人吗？团团累不累？团团啊，来，我们的赞赞多少了？告诉我，马上两百万，一起冲五百万！ Pass that back to the gang of boys.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 Let's go, lose control, slip, slip and slide on the dance floor.十万了吗？准备好第一首歌来，先第一首歌。今天星期一，大家刚上班，来一首嗨的来，大家释放一下压力好不好？屯屯在榜几？看一下，榜三了，屯屯，榜三了，屯屯 DJ 点点关注来 ，yes， 送给大家。Are you ready？ 一起点赞冲破五百万 ，Come on！ 一、二、三。直播间十一万人，欢迎所有新进直播间的宝贝们，左上角。音乐声音大点，榜四，榜四的屯屯点点关注。屯屯，你去把这个衣服脱了，等一下我们再唱歌。临时准备了一件衣服给他啊，来，准备好，家人们，赞赞都爽了。女王，我们的小八来一首《不如跳舞》来，准备好音乐。Are you ready？ 下一首歌，
就到八王子来了啊，家人们来，有请小妈，一首不如跳舞。有。失去作用，只有节奏感让我不想结束。这世界，这世界，只要的是速度。你看看，你看看，是什么在做主？这世界，这世界，是一个大银幕，每个人踏上一样的脚步。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身体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聊天还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谢谢，你还说些什么？说些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吗？对，这么快结束了。来，谢谢大家，嗨不嗨，家人们？我们一起把小八的关注点一点。大家好，我叫小八，我来自安徽亳州，我在榜三的位置。大家喜欢小八的话，给榜三小八点，希望能抓到20万人，好吗？好。什么歌能抓到20万人？绝对是一首超级炸场的歌曲，而且这位王子好久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了，今天必须抓到20万，好不好？大家都期待的王子已经来到了现场，家人们，这个时候一起扣一波上人，来，准备好，赞赞不要停，跌到1000万。老师把灯光按下来，我们准备要上人，来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外文的歌曲，韩语歌，好不好？现在直播间12.1万人，我们往15万人冲一冲，来，家人们一起分享直播间，赞赞赞，往上冲一冲！赞赞7000万了，赞赞点到1000万。上人！13万人了，来，一起上15万人。今天我就不信，今天那个流量，我们冲不开。准备好，有请我们的八王子，还有八仙女，来，准备好。两位上场，我们来，灯光按下来，现在已经14万人了，马上14万人，来，家人们来一首啊！你们知道我要唱什么歌吗？你们太厉害了，知道我们要唱什么歌？来，准备好，怎么画面有点卡顿？不流畅了吗？来，15万人了，准备上手。来，准备好一首火花送给大家。
1 2 起来，赞赞有1000万没有，家人们，1000万了，1000万。那首歌还是那首歌，水，拿一瓶水来，最美的伤口啊，最美的伤口，准备一下来，家人们是想听最美的伤口，还是想听一生回味？最美伤口啊，最美伤口吧，最美伤口吧，最美伤口吧。哎呀，继续往14人14半人炸一炸。唐八屯，等一下嘛，屯屯，等一下上。行，我跟八筒唱一下啊。来，我们直播间现在13.8万人，我们上个15万人行不行？先到14万，我们直接唱行不行？一点不磨叽。不磨叽。来，上14万了。马上14万了。1 2 3 4，13万9000人。哇，那个，来，准备好。感觉真的好想念这个舞台呀，好想念这个舞台呀。你想念个什么呀？你又没来过这个舞台。最主要我想老板了，知道吗？你是想我的直播间呗，不是想舞台呗。最主要想你，想你，想你。哎呀，想我了，来，准备好，看看最美的伤口，我们能不能炸到15万？来 ，Come on！ 哎呀，我今天搞得太帅了吧 ？Are you ready？ 是女生的伴奏啊 ，Come on！ Let's go。你要走的时候，我明明想挽留，却显得这什么话，怎么说不出口？等到我转过头，发现你已远走，眼泪终于忍不住滴落是一胸。Hey! 我紧紧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就像在那童话世界遨游。能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是我一生最美的伤口。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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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一个人在游走午夜的街头，十五万人啊！我就像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那时候若挽留，你会不会回头？若时光能倒流，你是否愿意跟我走 ？Let's go。曾经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
就像在那童话世界遨游，不断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是我一生最美的伤口。哦哦，我曾经牵着你的手走在繁华街头，就像在那童话世界遨游，不断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是我一生最美的伤口。哇哦，这个感觉对不对呀，嘎宅人们？欢迎八王子回归！谢谢谢谢。来，八童在吗？榜三，喜欢八童的给他点到200万粉丝。永远都在破200万的路上。永远在破200万的路上。大家好，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八童。大家喜欢我的话，给榜三的加号一起点一点，谢谢大家。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八童现在身体比较虚弱啊，我不敢让他闯了，来，再来一个，来，来这样子，让屯屯，八童，八屯来，我来插到他们两个中间，好不好？来三个唱一首，什么歌？唱一首曲中人，好不好？没声音了吗？有声音了吗？有声音了，来，准备好，屯屯，屯屯 DJ 终于不叫 DJ 了，我们来唱歌啊，好不好？准备好一首曲中人送给大家。人气往回走一走，来家人们来，好评挑个好听，双人去我。冲十五万，来，我们屯屯和八童一起点点关注，来，刚才最高人气的马上到16万了，对呀、啊，
这一下给我卡没了。没事没事没事，流量是一点一点做的，对不对？对，今天我们就努力看看今天能不能突破20万，好不好？行行行，来，咱们八童在榜三，屯屯在榜。